点坏了，只坏了一点点。
高了吧？是这个。中间选址转一圈。你都不会跳一跳，直接拦着跳。反正已经出了，就继续出。这个也播吗？这下面，下面监视的。哦，上面那个系统出问题了。哦，现在发信息都发不了，这里面还没正常。这样很清楚，是吧？这里很清楚。对。直播的是不是本来是这个吗？不是，这个直播，这是手机直播。这个视频，这个是我直接回去剪了，直接传到网上了。这个直接它有，这个直播它有回放了。不说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看。不能。不回。来不了。它要分人，然后个人的话，反正这个直播比那个抖音那些好。对。可以在那个。那个不真的。欢迎韩星哟！这韩国都知道，韩国又排第二吧？第一是台湾，第二是韩国，第三是日本，第四是美国，还有新加坡。重不重呀？你们？八九斤吧，七八斤左右吧。不习惯了。该习惯不习惯的话，这个相当于健身嘛。哦，还可以，不是很重。我跟你拿的这个杯子还拿不动。这个背包空了啊！我以前把它放到背包里面，它回坐在里面。这是拍摄吗？哎，对，拍了之后回去剪了，这个就感觉很舒服的。对，直播。全都是英文歌，这里面。嗯，对，这边。上面那个有那个有问题了，软件出问题了，但直播是正常的，他们可以聊天的，可以随便聊天交流也都可以。然后我这边可以看到，他只要有人就有人聊天的话，就传一个信息。这个就这我是这边发信息都发不出去了。可以发信息的语言刷新啊，很快。
会跳过这个。你要摸摸这个。上面是有问题的。你这个样子一直举好累哦。不重啊，健身的。其实已经习惯了嘛。八级都说不重。七八级。看你一直举。就习惯了，就现在我朋友他说的，把那个健身嘛。No。他有点高呢。他谁谁的？他说话他不是。我下去说。他想进去跳。抓时间把他拉到楼下。怎么没有拼了呢？拼了看不到吗？这一般肯定有软件有问题。但是我们那边这样软件弄的话有麻烦不麻烦吧？这个看吧，这个软件这个直播软件还有收费，但是我现在没有给钱，它一年是140多美元。140多差不多900，将近1000块钱左右，1000多是不是？但是我觉得没必要，只要能用直播就开直播。不要开啊，我在别人帮你。你们手机只架着那个直播了。就抖音上面就可以了，但是那个氛围的话，也留言那些女的，那些国外的，但素质高很多，基本上国外看不到那种驾照。国内的可能很多都是拍摄的时候，但是一般也不比看哪回事，所以直播也没看那些，对对，结束就结束，也没有文化。走马他妈今天才新进的，他走马，他那个想跳就跳，小朋友嘛几岁，喜欢给他的，但是抱在身上了他不好。对了，的动作可以跟上男的那个，但是一般动作比较大的话，他还是对，因为他们穿着裙子也不能太大。前面，前面，这个动作只有
Oh,
哎呀，老不得了。